你考上了清华，他考上了北大，我考上了面筋。发酵好的面团放入水中清洗。说实话，洗面真的还挺好玩的，很解压。记得要一直换水哦。我们就得到了那么一小团面筋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20分钟。趁着这时候来做个夜市必备小调料，弄点小烧烤，贼辣香。面筋松弛的差不多啦，切成小条，切面朝上，用筷子夹住，不停的拉伸，用力的卷起来。筷子一抽，一个面筋做好啦。热水下锅，煮到全部浮起，捞出，要过一遍凉水，口感会更好。像我这样滚刀切，经典的弹簧状面筋，本身就是熟的，煎是为了煎出焦层，增加口感。倒上之前做好的酱料，看着滋滋冒油，口水掉地下来了。打上迷人的小葱花，荔枝的季节到了，再来做一杯喝的。倒入玫瑰糖浆，搅拌均匀。倒入半杯冰块，插入一片柠檬，用薄荷叶装饰一下。汽水和面筋绝对是完美搭配。这么多面筋，我花了大概5块钱不到，真的和外面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又增加了一个发家致富的小技巧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